五分钟你会用来做什么？听歌、祈祷。热爱英语的主持侯佳明会用五分钟时间教大家圣经中的谚语。许多大文学家，例如莎士比亚、鲁易斯，都喜欢引用圣经。在节目中也会透过文学作品和日常生活例子参考，发掘圣经经文中的属灵意义，让你五分钟就可以跟圣经学英文。11月6号起，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。